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法人操盘室》，我是林中祥，林中祥回来了。各位，美国股市跌，亚洲股市跌又怎么样？我们看一下台股今天表现怎么样？看到没有？开低之后尾盘上拉收高，大家都说每天都有涨停板，都有标股了。各位，你要怎么赚钱？要跟我的会员一样赚大钱还是赚小钱？老师，我要怎么样赚大钱？各位，2409的友达，我问你，你可以买几张？我有一个会员可以买500张，太便宜了嘛，9块多买500张。各位，你要赚钱，你不要跟他客气，打电话，对不对？啊，韩先生，韩先生，友达什么价位？你给我买500张，没有犹豫。你可以看到我在58台非凡解盘，各位，500张一天赚多少钱？上个礼拜五买的，上个礼拜五买的，到今天500张赚多少钱？我不要帮你算，你自己去算。这难道不是抢钱行情？500张你买得到，你卖得掉，明天开高给他就卖得掉。难道他只涨到10.65？一天会费就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有一些小标股，我在这里，我在非凡频道每天告诉你的，友达，各位，我有没有跟你讲？10块钱以下，你自己找买点，自己找买点，创新高了，对不对？500张你好买吗？很好买，你好卖吗？很好卖。你要的是赚大钱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老师有没有天天飙涨停板的？神机今天创新高，神机我们带会员在这里买的，你们都知道，你们有看58台非凡的节目都知道。神机这种股票不要买多，100张好不好？你的会费也都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广基，注意啊，我先讲啊、哦，它是工业电脑，又是云端，又是自动化设备，又是博弈，这种股票70块，可能叫你买300张、500张，你比较会怕。那你要买多少张？一通电话，我在这里，我带你做。我没有把握，我不会带你出手。韩先生啊，有达500张，群创也500张，一天会费就回来了。标股有没有？各位，标股很多，现在难道不是抢钱行情吗？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，今天大盘各位看清楚一点，今天大盘涨停板的上市有21家。上柜的有51家，加起来一共72家。啊，难道你没有看到吗？难道你没有看到吗？72家涨停板，你的老师还在说放空放空。各位，72家涨停板，不是7家，不是2家，难道这不是抢钱行情吗？我们在非凡58台有介绍哪些？各位，宏达电，当然宏达电我有他的消息，因为我认识供应商。2498的宏达电，各位，我在哪里告诉你？我在这里告诉你，每个老师都说他很厉害，58台问我，我说有一些事情你们不知道，从不到130涨到150，他还会涨吗？他还会涨。再来呢，各位，邻居58台，哎，看电视节目都可以赚很多啊，比你参加别的老师都还准了、啊。那我还好，邻居记得吗？这一天第一天，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涨停，从我不到10块钱讲，今天已经来到13.8了，刚涨停板了。新世纪3383，
各位，我在这一天告诉你，五十八台，啊、哦，无二十块，十九块，十八块，即摆已经二十四块啊。我们有，我们才敢讲。你有没有看五十八台？你有没有看五十八台？非凡的节目，我是受邀来宾。我们讲的股票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记得吗？2月26号，不到17块的新世纪，我每天在这里跟你追踪，然后沿着五日线做。各位，已经涨到24块了。你一定会问我吧，老师，我每天都在看58台，1点到1点20的节目。你有讲哪一些股票，我都把它记录下来。各位，6208的日阳，这么多只涨停，之后再攻2只涨停，我没有骗你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8011的台通，各位，它也是一样，一根涨停整理三天，一根涨停整理三天，一根涨停，老师好有节奏，真的很有节奏，对不对？3004的丰达科，一根涨停整理，再一根涨停，再一根涨停。各位，难道没有吗？对不对？3653的建策，涨停涨停涨停，今天爆太大的量了，但是连续3只涨停。各位，这种盘，我只有5个字在这里告诉你。抢钱行情，我只有5个字在这里告诉你，抢钱行情。我知道你没有老师带，就算你买，你也买不多。啊、哦，林中祥说10.3的这个群创值得投资，那我听，听啊听嘞，好啦，啊买100张就好啊。对不对？买100张就好啊！各位，10.3买100张，原来10.6，赚3万。你可以赚30万，你只赚3万，对不对？你听到林中祥在58台告诉你，啊、哦，你听到林中祥在58台告诉你，2409的友达，10块钱，10块钱以下你全部买，为什么？这一根跳上来回补缺口，刚好回补这个缺口，有够准的嘛。10块钱，你敢买？你买100张，你赚65000。你如果是我的会员，跟韩先生一样，买500张，因为友达，你买得到，你卖得掉，赚65万。我知道最近涨停板的股票太多了啦。啊、哦，老师为了要上节目嘛，对不对？跟你讲的是什么股票？啊、哦，跟你讲的是什么股票？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嘛。啊、哦，东明嘛，台一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各位，每一只股票都可以讲啊。啊、哦，这个丰达科啊，建策啊，哦，每一只都有啊。但是这些股票真的成交量有的真的不大，就算涨停板你买的不多，你也赚不了多少。但是。如果友达跟群创，你愿意300张、500张这样敲锐，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哎，老师，我怎么知道它会涨？老师，我怎么10块钱，我怎么知道它会涨？啊、哦，我每天都在现股当冲，冲来冲去。你有没有跟韩先生一样？韩先生，500进去。一天，所有问题都解决啊、哦！因为有的股票成交量还真的不大啊、哦，你要买多还真的没办法买，你要买几百张还真的没办法买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友达大涨，对不对？那友达旗下有一家公司叫做什么？达方，你听过吧？8163的达方，它的净值有26.68啊，它又是无线充电。又是顶级自电动自行车杜邦配方的导电浆，今天大盘
给你进场的机会。注意到啊，这一根是涨停，这一根是涨停，整理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快到面临转折了，外资开始在买了。明天各位看我的节目有个好处，我直接告诉你股票。有的老师很准啦，收完盘哪个老师不准的啊？盖着牌就可以告诉你说，你来参加我会员，我明天带你买，何必呢？真的有本事就讲出来嘛，啊！有的老师会告诉你啊，邻居天天涨停我不屑做，日阳天天涨停我不屑做，各位，8105的邻居，你看这个量，如果你有100张，你买得到，你卖得掉。我们要的是真正买得到也卖得掉，这才是我们要的。我们不要那种啊、哦、没有办法成交的，钱赚到也放不到口袋的。各位，股票市场这么多只股票，没有人带真的很难做。你怎么知道邻居可以这样子涨上来？一二三四四根涨停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要比人家早一步知道。各位，你真的有大资金，一通电话1块钱，啊、哦，林中祥在这里帮你，58台也会帮你，盘后也会帮你。各位，一通电话，我希望你能够赚大钱。我们下半场再回来。台大十分钟，静心在隔壁，千坪基地，钢骨之阵，李天铎、大林组、新日铁三强联手，静心文汇。专业的研究团队，老师犀利的见解，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，给您最中肯的建议，给您最明确的方向。选择高鑫，让您放心；选择高鑫，让您坐拥高鑫。高鑫投顾是您唯一的选择。02-2717-5567，02-2717-5567。专业的研究团队，老师犀利的见解，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，给您最中肯的建议，给您最明确的方向。选择高鑫，让您放心；选择高鑫，让您坐拥高鑫。高鑫投顾是您唯一的选择。02-2717-5567，02-2717-5567。头痛，请用5分钟。欧派气密窗，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气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用。吹气听，先用气听5分钟。欢迎各位回到现场。该广告中啊，有一些好不容易看到林中祥又在节目上出现了啊，没有行情我不敢讲，有行情我要带你尽量赚，对不对？去年一年电子股被打压的特别细呀，啊，没有买单，好可怜。大家都在想电子股谁最厉害，我们只能这样的告诉你，行情来了，就像我的侧标在这里告诉你，抢钱大行情。有没有什么股票你一买啊，
钟祥老师在这里推荐你买之后，突然急拉涨停板，突然急拉4%，各位，这是你要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你要的，好的股票，量大的股票，啊、哦，你敢买？能够买500张，就不要只买100张；能够赚50万，就不要只赚10万。我这个观念你认同吗？你认同，你就拨个电话。那你说老师，我想试试看，没关系，林钟祥让你试，能够做到我尽量帮你，因为赚钱你会感谢我。我们看看涨停板那么多，但是有的股票真的没量啊、哦！你可以看到涨停板这么多，但是有的股票没量。我这样问你好了，这一支股票涨停板只有68张，对不对？就算68张都通是你的，你也赚不多少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这支股票没有涨停，差1毛钱涨停，但是。你有500张，你跟韩先生一样，你有500张，你有800张。各位，你一天赚多少钱？一天赚多少钱？500张赚30几万，800张赚快50万。那你一定会问说，老师，我没有那么有钱，没有那么有钱，你自己买少一点。那你真的有大资金的？好进好出的，你不是应该跟着我来做？我记得以前我带会员，我会跟他讲你买几张，因为你有多少资金，我会帮你规划。我不是跟别的老师一样啊，啊，每天那个小股票成交量300张、500张飙涨停板，我告诉你，我来告诉你我的股票，各位。我们看一下，8163，达方，一档就200张。这种股票你买200张买得到吗？买得到。你卖得掉吗？卖得掉。一根涨停板你可以赚多少钱？你自己算，我不要帮你算，好不好？你自己算。啊、哦，6208的日阳今天涨停板锁了1500多张，每天的成交量都10000多张。各位，这种股票你可以买几张？你告诉我，老师，我500万在做，我知道你的资金，500万在做，我会请你买200张以上，对不对？那你就真的赚得到钱了，你就真的赚得到钱了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各位，我讲得够明白吧？好、哦。在这里，我们股票市场很简单。宏达电现在还没有大涨，你不需要买太多啊、哦。真正会大涨，要买多少？我再告诉你。邻居成交量20000多张，你买200张不过分吧？新世纪，你就算买50张、100张不过分吧？从17块涨到24块。你有看58台，你应该知道林钟祥所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。赚钱要吃干抹净，赚得狠，赚得多。为什么林钟祥的会员在这里都不会抱怨？因为该要压重注，该要买多，我们绝对不会买少。啊，韩先生，啊、哦，800张的友达，500张的群创，光今天一天，你知道他赚多少钱？你自己去算，因为我也不愿意帮你再算了，啊、哦，我相信很多老师都有标股，为什么？因为涨停板的这么多。因为涨停板的这么多，对不对？有的40张就涨停板，有的77张就涨停板，
对不对？各位，不会有人分析友达给你听的啦，有分析的只是讲两句话而已啦。青菜公公嘞，哎，你看友达哈，友达嘛起来哦，友达嘛起来哦，友达也创波段高了哈，友达也上来了哈，要不然就有的老师跟你讲，你看我前面有跟你讲九块多不要卖友达，对，他有讲，我问你，他有没有带你买？我问你，你买几张？各位，你买十张的友达，今天这样子，你是对不起你自己。如果你的资金有三五百万，你是对不起你自己，对不对？我们分析股票，我们分析股票的涨跌，我们要分析量价，对不对？每个老师都好厉害，涨停板他都有了，对不对？各位，这里这么多涨停板，这里这么多涨停板，每个老师都有了，啊、哦，各位，这里这么多只涨停板，这里这么多只涨停板，每个老师都有了，啊，恭喜在了，你有看过这背带吗？林中祥是很实在的，我们有什么就讲什么。58台的收视率很高，很多人看我的节目赚了很多钱，所以我决定在这里，我们老老实实的告诉你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啊，大家被投顾老师骗怕了，因为现在收到很多电话，大家都在讲，被投顾老师骗怕了。啊、哦，你看我前面告诉你什么？你看我前面告诉你什么？重点是你有没有买？你的老师有没有带你买？你买的够不够多？各位，我有买，我买的够多，这样才赚得到钱，不是吗？股票市场哦，赚钱每个人都喜欢。但是股票的节目啊，充斥在这里，红买绿卖，吼、哦，哇搞嘞，啊，每天在追高杀低，啊，友达群创，啊，每天跟你分析，哇，多少钱告诉你的，你有没有买？对不对？邻居日阳。新世纪，啊！我逐天跟你讲，你有买无？你看58台，你都没买，啊！我的会员有没有买？我的会员买的够不够多？各位，一枪就打死了。啊、哦，3005的神机，大家都说受惠股，低档你有没有买？你有没有买两次？你要买超过100张，各位，还是买23小散户看我的节目买20-30张，这个都无所谓，因为你有赚钱。那明天会涨哪一只？啊、哦，各位，这一只股票我们来看一下，24.5块，明天一月过，啊、哦，各位，明天一月过会不会在这里整理这么多天走喷出？我不知道。你又不是我的会员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老师，你有没有带会员买？我只能这样告诉你，我100%有带会员买。各位，净值26.68，会不会涨停板？我们拭目以待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只能告诉你，抢钱大行情，跟着我一起抢钱，我们一起在股市创造超额利润，一起赚。涨停板，各位打电话跟我线上助理做联络，祝你操作顺利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
水很辛苦，神水有背包。背，神水器材轻松省。Check， 茶漏一滴也不浪费。Do， 水回收利用是美德，更是功德。浪费不知珍惜，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。你今天爱水了吗？专业的研究团队，老师犀利的见解，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，给您最中肯的建议，给您最明确的方向。选择高鑫，让您放心；选择高鑫，让您坐拥高鑫。高鑫投顾是您唯一的选择。02-2717-5567，02-2717-5567。专业的研究团队，老师犀利的见解，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，给您最中肯的建议，给您最明确的方向。选择高鑫，让您放心；选择高鑫，让您坐拥高鑫。高鑫投顾是您唯一的选择。02-2717-5567，02-2717-5567。预防登革热流行，请主动做好防治工作。主动清理居家环境，检查室内外有无积水容器，屋顶排水沟、地下室等积水要清除。动员社区力量，主动整理社区环境勿堆积废弃物。民众若拒绝、规避或妨碍主管机关等相关人员所从事之防疫工作，最高可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锾。疾病管制局关心您。壁虎在我眼中，大虎在我掌中。内湖捷运站擎天29层地铺双塔，新复发双虎会，27918899。我期盼能给孩子安定的未来，我想给家人安定的依靠，我希望靠自己的力量保障自己的生活。只要您符合承保条件，付出少许保费，就可向保险公司投保微型保险，让您及家人获得多一层保障。详情请洽微型保险专线及网址。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关心您。奇怪，拢会晓要吃，我拢袂晓要洗。我原来啊，较洗都洗袂了，钱都像咧放水了，报纸还要看，没有事。